我们一起来祷告。现在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再一次引领我们来到圣殿献上敬拜。是的，在我行走时成为我的道路，活的时成为我的生命，无论遭遇何事都能够靠主得以扬声歌唱。感谢主的圣灵感动我们每一天来紧紧跟随你的脚步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，时时刻刻都走在合你心意的道路上，就是到老也不偏离，因为你就是那真理、道路、生命的光，是我们生命一切问题的解答。恳求主赐我们悟性，透过读经、透过祷告，更深的与你连结，使我们每一个人都看重与你的关系，也让我们有火热的心来寻求你，知道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有何等浩大的恩典。感谢父神将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有罪的人，献上一次的赎罪祭，就洗净所有的罪孽，使我们得以与天父上帝和好，又在基督里展开全新的生命。何等奇妙的恩典，是我的心所无法测透的。为此我要献上赞美，哈利路亚！唯有主配得这荣耀。特别要为这凡有担劳苦重担的弟兄姐妹来恳求神亲自赐下亲神恩膏，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得以壮胆刚强，也寻求也能够来求神医治肉体和心灵有软弱病痛的人，能够得以全然恢复。也特别在这拜偶像风气弥漫的月份当中，迫切祷告主赐下怜悯慈爱，断开一切黑暗权势的捆绑，拯救那些灵魂失丧的人苏醒过来，回转向你。唯有主能够填满我们心里面那个空缺的位置，使我们得着真正的满足。预备我们的心安静来聆听领受你的话语，透过预知传道后来对我们诉说经上的福音真理。愿圣灵亲自引导，拥有每一位弟兄姐妹的心思意念全都交在主你的手中。我们这样感恩的祷告与祈求都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，阿们。我们一起来念主导文，来一起来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羞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我们来攻读神的话语。神的话语记载在诗篇一百篇一到五节。诗篇一百篇一到五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来，预备，起。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，你们当乐意侍奉耶和华，当来向他歌唱。继续，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，我们是他造的，也是属他的，我们是他的民，也是他草场的羊。当称谢进入他的门，当赞美进入他的院，当感谢他，称颂他的名。因为耶和华本为善，他的慈爱存到永远，他的信实直到万代。愿神亲自来祝福他的话语。我们将以下讲道的时间交给玉君传道。玉君传道今天所要讲道的题目是向主欢呼。